最近又出了一张，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从幕后走到幕前来啊？对嘛，真奇怪，到底什么道理啊？好奇怪哦。做唱片是我的兴趣范围之一，一个人做他有兴趣的事情，难道还需要任何理由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倒是觉得啊，当歌星比较有意思哎。我一点也不喜欢做歌星，因为我知道我并不适合。这张唱片好像坏了，还会跳针耶。你少土了，那是做出来的特殊效果。哎，他好大胆哦，他做了好多实验性的东西，就像改编读你一样。哦，不喜欢，里面敲击乐的感觉很新。哦，好喜欢哎。我不敢看你讲话。其他还有很多的歌，也许在你的记忆中曾经留下过一点痕迹，没有办法一一为您介绍，我就找出几首歌的片段，串成这首《寂静歌》，介绍给您。